我竟然轻度抑郁，这就勾起了我的好奇，我就去做，一做做了100多道题，花了我30-40分钟，就要看答案的那一刻，请交29.9块。那我交不交呢？交不交呢？忍痛必须交，因为时间成本花了。交完以后，我以为可以看到了，他说请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啪，我关注了，他说请成为我的会员，再交129。然后我那一刻就是真的，我好气，他把手机砸出去，又捡回来，交了129，真的。所以不是最后还是转了，转了，然后最后得出的结果是非常健康。非常健康，就是脑子不太好。